这波消耗一下，但两个沉默交流有些重，缠波一个太虚之境成功抢到这个双倍符，瞬间打开双倍，回头让沙帕克，帕克向雷动躲掉了太虚之境的爆炸伤害，还在往后传，但是缠波依靠自己的双倍符再一刀，顾明白虫成功拿走帕克的人头，正面依靠自己的双倍符不断的消耗对方，但血量有点支撑不住，异化到死亡先知身边，再给出一个残心吸到蚂蚁，输出打的双倍有点分散，自己的血量有点支撑不住了，左上高波吃口瓶子，双倍符打出沉顿的伤害。 太虚之境已经补好了CD，但吃到死亡先知的沉默，羊在前面真的好顶，他还在车里还没死。一发共鸣脉冲带走对方的牛头，同时太虚之境往后劈，杀死对方的蚂蚁，再一发残影带走死亡先知，完美操作。 毛嘎的拿到了一波分杀，这一波杀人如麻。前面那一波验方的一个击杀想法太过天真了，他帕克的星月之痕接沉默再接梦境缠绕肯定是接不上的。回头过来这边是有想法，哎，帕克也没了，发的资源就非常有限。 是的，反观危机这波三人开悟，不仅是没有抓到对方人，自己三号位死了，验方的扫描还扫到了。一刀劈砍，一个满级的残影，但是进的界有点重，不过没关系，输出是够的。再往前追，找到了死亡先知的位置，双倍符砍的死亡先知有点受不了，身上还有三颗星魔巫术，残影精准命中，这套爆发小妖打头时，有的跳转一个跳大。 但是后续输出在哪里？帕克来的有点晚，让水人成功摁出了自己的转血，配上剑体术的生命回复，水人第一时间没有危险。再往前波，想要追基业幻象，把球变一下，然后用出了星月之痕。艾瑞卡这波太漂亮了。嗯，点一个针眼，但其实排错了位置，没能够成功反掉那个陷阱。几兄弟一直在陷阱视野之内暴露信息。再往前走，还有一个假眼，排到了。 买活的蚂蚁另一边牛头回音机出手，成功秒掉死亡。老二的血量也很低，但是水人这时候拨过来要单对单处决对面的圣堂刺客，本意撒一波机会，闭眼前的圣堂刺客有点走不太动路，再给他变点打击，成功完成对圣堂刺客的点对点击杀。再往前依靠自己的闭眼持续追击对方的死亡先知。 在等自己的下一个技能，死亡先知应该是很难逃生。前排帕克和蚂蚁想要肆虐对方的后排，但面对对方，牛头也有想法。没错，他们抢盾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一定要小心。三批对方的位置，艾瑞卡打到最后一丝血，决定先出来打人。牛头跳进去了，但是他有魔晶板可以随意穿梭地形。沉默到之后再给第二发共鸣脉冲，踩晕在原地，买活蚂蚁75秒阵亡。 这个肉山盾抢不了了，说实话，他妹子如果再去硬抢的话，只会往里垫人头啊。现在危机已经有警觉了，但是你看帕克这个脱格子举动，他要当一个抢了，真让他抢到了一发遍体打击，打掉他的盾。另一侧找到了牛头的位置，狼人跟出的羊刀给到了关键的控制。 现在限压对验方来说太大了，这个狼人的魔晶不断的在兵线上产生小狼，看一下这波想上来放板，知道你要放板，太虚之境吹风给到新手控制，直接秒掉，在小牛阵亡情况下，验方几乎没有先手能力，那只能欺负一下这个老狮王啊，没肯一吃，轻松的往后走，费德直接跳入人群中，开启 BKB 要单杀对面的死亡先知，还真被他杀掉了，好痛啊！ 水来了，太虚之境接吹风落地，稳稳的吸掉帕克。手里还有两发共鸣脉冲，一发遍体打击直接带走帕克。圣堂刺客复活之后，面对的是自己空荡荡的高地和一个拖拽在队伍最后的僵尸。羊水有鱼缸，给一个羊，有没有机会？叫上来吸住，能不能打掉他的折光？打到折光之后，水人正面强攻圣堂刺客。哇，根本不掉血，这水人这一波有剑体术的情况下。 先把身上的蝗虫全部清掉，墓碑应该是最后一丝血保不下来了。紫猫第二次切入也没能够找到机会，但是成功把对方所有人全部压回了高地。是的，一手刀给到帕克了，这
兄弟也太不小心了吧，被这个狼人走这跑上来给了个羊啊，他是买活的，但是提前开出船选，没什么危险，身上还有健体术，回头直接原地反打，三下 S 死亡先知拨到圣堂刺客脸上，这个直接跳回泉水打出了GG，姐姐先下一城，BO2第一场率先拿下1-0，暂时领先，恭喜维基。